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欢迎翻返嚟我哋嘅 channel 啊。今条片会继续我哋关于喺福冈嘅小旅居，大家记住睇落去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啊。今日落雨啊，担遮猫系咪啊？帮爸爸担遮。我哋终于行到入嚟啦。我谂系落雨天啊，爸爸平时话要排队噶，唔使排队啊，入去就得咯。买了个三文治，阿仔在福冈吃了数之不尽那么多的士多啤梨，爸爸终于成功买到鞋了，嚟咗买水果挞啊！呢间啊，好多年前同爸爸嚟过坐低食过嘅，佢依家限定有呢啲 melon 啦。哦，嚟紧系芒果，不过我都系想食士多啤梨，好期待。等阵睇下嗌咩先。建议大家嚟之前记住睇下有咩限定款式啊！好细心咁包紧我个挞，5元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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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大家有兴趣有时间就坐低食啦，应该系好味啲嘅。我就买花去啦。他坐咗点食啊？买花去咧，佢就叫我两个钟头啦。如果喺街度行，俾咗个冰袋我。但系咧，最好就今日食晒佢，就最新鲜啦。Hello， 妈咪啊！之后的日子呢，我们分别去了觅食，我们吃了很多间不同的餐厅啊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知道的话，记住看回我们这一条大集合的片啊。成日都觉得呢，日本的 Uniqlo 有种奇怪的魔力，明明香港都有，硬是要去行下先安心的。爸爸还要呢，每次都要在日本的 Uniqlo 试衣服。你要不要有时候发现呢，这些平平的铺头反而有些得意的玩具可以买给小朋友玩的。当然不少得夹公仔的行程啦。这一间夹公仔铺呢，有很多这只底裤套还有我最喜欢的刺衣卡哇。不过我们都不够胆夹，只是够胆扭蛋而已。在回家的途中呢，竟然发现有这个红酒展啊，等我们都去凑下热闹先。同一个场地呢，我们去年来的时候呢，是圣诞市集，形式都大同小异啦，又有些嘢食啊、嘢饮和表演感。这个 Margarita Pizza 绝对是有惊喜啊，我和爸爸三两下就吃完了。这一天呢，我们特地约了在香港来的朋友一起去郊区玩，在出发之前当然要医下肚啦。这一间刺身店我们之前都有介绍过的。如果大家追求要在博多周边的郊区玩下呢，这一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。这一日呢，我们终于决定离开天神的范围去若院这一度探索一下。讲两句。晏昼买了个抹茶加不茶和红烧。你看佢个馅，好香，好好味。
见唔见到系咩？有红豆啊！你记得？嗯，佢都食紧点心。虽然是来到日本，但是其实我们都挺喜欢吃西餐的。爸爸就特地找了这一间专门吃意粉的店铺，谁知道原来是要走楼梯，我走到喘晒气和流晒大汗。这一间餐厅呢，匿埋在一个 building 的三楼入面，我们入到去发现已经满座了，意外地好受日本人欢迎啊。整体来说呢，所有的餐点都很好味的，无论是意粉、汤和饮品，而且它的调味又不会太浓，所以都很适合小朋友去吃的。是个楼梯得人惊一点。值得一赞的呢，是我们吃完饭之后，店员见到我们要拿那个 BB 车下去，都立刻冲出来帮我们抬下去，足足抬了三层楼那么多，真的很多谢他们。这一餐我们吃得很满足的。接下来这个行程是妈妈期待很久的，是去看一个展览，大家猜到是什么吗？噔噔，就是松池红莉拉库玛啦，估不到她已经20岁了，然后即是代表我喜欢了这只东西都20年了。妈妈我呢是喜欢白色小白熊，当然啡色我都觉得很可爱的，不过本命是小白熊，它真的很得意。展览在正大院商场，阿仔又可以行一阵，妈妈梗是不执书了，即刻去看看食物先。这晚是我们在福冈的最后一晚，想着吃好一点，所以呢就上了塔贝洛库找一间烧肉，见到它评分都挺高，期望都当然高啦，但是真是好的不靓，丑的靓啊！整餐烧肉我们都觉得好一般啊。我们是嗌 cos 的，然后我同爸爸都觉得佢嘅肉咧普遍冇乜肉味，感觉真系唔似喺日本食紧烧肉啊，有啲怪怪地嘅感觉。但系明明见到成间铺系超多日本人嚟食噶，真系好匪夷所思啊！讲笑啊！东明太子喺同埋嗰个高菜喺呢堆嘢里面应该系做嘅，同埋个饭。我头个饭第一位，第二系泡菜。汤啊，里面好多海带丝啊，咩料啊？系出前一丁麻油味啊，仲要淡啲喎。嗰陣麻油味係淡嘅嘛。講真，我哋真係唔會推介大家去食呢一間燒肉啊！唔單止味道一般啊，個位置仲要好隔攝啊，認真中伏啊！暂时我哋仲见到国外线嘅航厦装修紧，而餐厅嘅部分就真系少得可怜啊，得啲好似摊档咁嘅嘢，我哋都系决定去国内线食嘢啦。点解四间嘅？超好食，心心念念，特登要喺国际线度吃低行李再过嚟食国内线。仲要你睇幾 friendly， 係有 BB 凳嘅，所以呢間拉麵我覺得係值得再翻嚟食啊！已經準備緊啦，大家千祈唔好以為福岡就係得啲好濃郁嘅豬骨湯拉麵，其實都有另外一種係呢一種好清爽嘅類型噶，食落去完全唔會有負擔啊！無論係大人小朋友都好啱食噶，好咩？妈咪俾啲烧麦你。
今次福冈的旅居片呢就到此为止了，希望我们明年还有机会可以再去福冈住耐一点。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又想去福冈住下，又或者想去其他地方住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，下次见了，拜拜。